雪儿，嗯，书童在，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，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，安排他们连夜出城。是。哦，还有，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，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。哦。你们想一想，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，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。我们马上动身。对。嗯，走。什么？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，宝爷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完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，没想到竟被程唐一颗炸弹全毁了。你问我该怎么办？我问谁？问程唐吗？宝爷，讲和吧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。蒋和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了调查，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，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。对于程唐来说，我是他最大的仇人，他能和任何人讲和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可宝爷，事到如今，兄弟们都吓得麻爪了，您总得拿个主意啊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是。见到鬼了，可我不是鬼，至少现在还不是。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，可惜现在已经晚了。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，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职业秘密。你究竟是人是鬼？我刚刚说过，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。是麻将馆的老七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，对吗？应该说是吧。你不应该怨恨他，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，现在他死了。我明白，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。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，我就明白这一点了。你说错了，我不想杀人，也不想与你们为敌。我来是执行任务的，是你们做了错事。是，我知道你恨我。
谈不上。有爱才会有恨，我从没有爱过你们，当然也谈不上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愤怒。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心里是怎么想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更愤怒。哎呀，程长官，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，身不由己。如果你能放过我，会亲自去和老板谈，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。坐下。既往不咎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，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想揪什么？我做过危害党国的事情吗？我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？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，能拿出任何证据吗？除了会清除异己和胡乱猜疑，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？造的那些谎言，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。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？程长官，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，那就大错特错。我之所以说这些话，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：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，否则你会付出代价。程长官，是，程长官，是兄弟失言。我看这样吧。你放兄弟吧，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，大洋10万块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。哦，保持愚钝，请程长官明言。我们谈个条件吧。好，你的命换老板的命。怎么换？你约老板见面，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，剩下的你就不用管。哎呀，程长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有事要见老板，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，而且是临时通知，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。这我知道，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你马上传信，就说已经抓到了我，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。只要我见到的他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当然你的命也就保住了，明白了吗？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？不会的，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赵雅琴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，一命换一命，很值的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执行这项计划，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。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，因此作为抵押，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，
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，待我见到老板，事情结束后，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。可如果你出卖了我，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，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。怎么样，够公平吗？好吧，我答应。花名册呢？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。对，对，在我房。走。花名册呢？在抽屉里。拿过来。好。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吗？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？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三个小时，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，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。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，可以直通外面。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？你已经错过时间了。啊！啊！自作聪明的人，总会是这样的下场。宝爷，您没事吧？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，没事就好。花名册了吗？走。有动静吗？一切正常。哦，你们宝爷呢？在后面。带路。哎。哦，二位稍后，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。好。宝爷，雪儿姐和舒朵大哥要见你。宝爷，宝爷，哎，宝爷，您听见了吗？宝爷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可能睡着了吧。睡着了？啊，闪开！哎，宝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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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！哎，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宝爷被杀了！快来人！血已经凝固，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。这啊，
这是谁干的呀？是程汤吗？除了他还会有谁？可他是怎么进来的？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？啊！再猜下一个会是谁？是的，就是他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。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，房里门窗紧闭，他怎么能够进得来？你过来。哎，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还有其他通道吗？哦，对了，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直通外面。在哪儿啊？就在这边。走。险些步了张宝芝的后尘，马上赶回城里向老板报告。哎，快！把灯关上，到我房间去。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休息一会儿。休息？你不是说到公馆是来取东西的吗？骗你的。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。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？现在我们安全了，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。我都听糊涂了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十六号公馆。什么？你疯了？他们会发现的。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，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。你是个疯子，我不住这儿，我要走。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，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，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。他们真的不会来？
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我错过吗？没有。所以啊，你应该相信我。好吧，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，说了也是白说，我也习惯了。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，不是吗？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。如果你愿意，当然可以住回自己的房间，这里很安全。真的？当然。那我回自己房间了。嗯。我真的走了。我看得出，你不是假的。你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。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。哼，就会找借口，其实就是无情无义。这都哪挨哪儿啊，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愿意，当然可以住在这里。有我在你身边，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。我才不要你保护，我就要自己住。随你吧。你好，算你狠。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，你可别后悔。哼，真麻烦。你说谁麻烦？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不想走吗？好，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这还像句人话。雅琴，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。出去？嗯。去哪儿？去办点事儿。我知道你要去哪儿。是吗？说说看。你要去见他。哎，了不起啊！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，准会吃大亏。你少用好话来哄我。你为什么要去见他？心里放不下。记得吗？在登云旅社分手时，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。哼，你可真守信用。雅琴，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。我们是孤军奋战，因此在行动的同时，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，绝不能盲目行事。那样不但会使自己深陷危境，更会破坏大局，你说对吗？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，就必须去见李玉仙。不错，他是个关键人物。又是个漂亮的借口。哎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？我没有掩饰，当然更不需要借口。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，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，逼迫老板早日现形。我了解你的信念，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，这是最痛苦的。我看得出你爱他，时时刻刻挂念着他，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？你似乎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。那好吧，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，我无话可说。你不是无话可说，你是有话不敢说。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，
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。你说我不讲道理？不是吗？其实我要做什么，你心里很清楚。我走了。小心点儿，我等你回来再睡。好的。啊，张宝芝死了，被匕首钉在门框上，死的神不知鬼不觉，真是太恐怖了。太快了，快得令人恐惧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是啊，老板，要不是雪儿反应得快，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。哦，程汤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，只要启动暗门，炸弹便会自动引爆。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，让大家趴下，否则……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。一个刺杀大师，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，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。老板，刚得到快报，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。什么？所幸的是，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，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。先是清水湾的废墟，而后是登云旅社、春意麻将馆，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。几天之内，我们损失了两员大将，六七十名弟兄，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，似乎他就在周围，随时有可能出现。我不得不说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，他懂得忍耐，懂得隐藏，懂得如何把握机会。当他出现时，总会在你的背后。于是，我们变成了瞎子、聋子，只能任由他宰割。这是他留在张某志房里的。猜猜下一个会是谁？我们惹错了人，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。祸其萧墙啊，程汤再这样闹下去，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。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，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程汤不除，我们永无宁日啊。可怎么才能除掉他？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老板，说句不吉利的，再斗下去，就算能杀了他，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。
举起手来。你只有一只手吗？转过身来。我能把手放下吗？不能，一直举到天亮。哪怕让我把它吃掉，再举也行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从窗户。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。你终于来了。现在我能把手放下了吗？随便吧。谢谢。饿了，找点吃的。把你吵醒了吧。你最讨厌了，整天来我影去无踪的，像鬼一样。吃得饱吗？要是还有别的，再来点也行啊。到餐厅等着，我给你做。嗯。老板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，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，仅凭张宝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，这确实有些过分。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，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，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。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，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。老板，无论怎么说，程汤也算是自己人，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，双方讲和，不就万事大吉了？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黑鹰计划有这样一个人参与，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。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？老板，雪儿说的对，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，当时如果听了林玉仙和李副官的劝告，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。哎呀，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，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。嗯，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，现在讲和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？可老板，您想过没有，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。把情况对手下的弟兄们讲清楚，他们会理解的。不错不错，老板，如果您不好出面，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，只要能停战，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？哎，看起来你们让这个程汤吓得不轻啊，连个打字都不敢提了。老板，不是不想打，是没法打。你看不见对方，可对方成天却盯着你。即使我们想讲和，程汤呢，他也未必肯相信。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，现在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？哎，老板，给台湾发报，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。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，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一旦毛局长问起，我该如何回答呀？啊，老板，现在行哥失禁，再不想办法补救，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在这里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，畏首畏尾，不甘与他正面交锋，而他呢，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，这令我们非常被动。而今是打又不能打，和也和不成，真说得上是势成骑虎啊。老板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在给毛局长的电报中可以说得含混一些，不把事情交代得过于清楚，只是说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。雷山在，你立刻传我命令，
召回所有追杀程汤的部下，取消一切行动。是。刚刚瑞山说得很对，事到如今，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得失。我会给毛局长发报，请他出面调停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，但愿能有结果。为今之计，不管是打是和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，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，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。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？哎，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？哦，我通知他了，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，因此没有来。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，真是拿他没有办法。瑞山，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，就说我要见他。是。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。还想吃点别的吗？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？如果你愿意住进来，我随时欢迎。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。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？老板派出几路人马，全程搜查你的下落。他是白费力气。哦，你仍然那么自信？自信总不是坏事，只要不是盲目的。说说你吧，你怎么样？从登云旅社回来后，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。我想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。也许吧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谈不上，该来的总归会来。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，这一点他心里清楚。今天夜里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，被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不可能不告诉你。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，所以啊，还是不去的好。我没有发现，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。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，去装聋作哑。可是我也知道，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，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。所以，我不会问你，但是我要谢谢你。见破人间不平事，见好。
乘风。